团、长青团、龙狮团。有天上飞的，还有水里游的，陆地上走的，所以这代表了风调雨顺哦。所以呢，我们有很多呢，我们集庆的时候呢，也都会看到舞龙舞狮哦，来恭迎全家。
很荣耀哦。我们刚讲来教班会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有跟大家介绍。